保护僵尸人人有责，我是小蛙 ，Bibi Elsie， 请 Bibi Elsie。大嘴，你说，植物在开大招时候，我们把它和逃脱树根交换会怎么样？开大招的时候还能交换位置？不可能。没意思。想必大嘴花的神人巨口肯定能吞下巨人僵尸吧？这个试试看。并不行。那能不能吞掉被缩小的巨人僵尸呢？好家伙，大嘴你可真聪明。屁都没有。Why? No way。破僵尸，先用热辣海藻给你吸引过来，再用超能花菜把你给魅惑。小啊你。咋回事？他屁